刚刚看到监控没？刚刚看到监控是你们先动手的吧？你最起码道个歉吧。不管你先动了，你前面不说，先跟我道歉。你报警好了呀！从来没见过这么没素质的家长。你有素质？你就没素质？你有素质？你们干嘛打人啊？小朋友现在打得很正常的。